太辛苦了。好的。应该要踊跃出来投票啊！台湾的选举哈，应该是要像办家的好会一样，大家快快乐乐，选出你心目中理想的，能够为国家、为我们的县民市民做事的人，而不是每天互相攻击，然后前几道就讲一些悲情的、阴暗的。台湾没有必要这样，台湾应该是要快快乐乐，大家能够好生活，有钱赚，才是正向。所以大家应该要同心协力，好的，不要去鼓励，不要去扶持，不要一天到晚意识形态。这个是我这半年来最大的感受。那希望屏东的百姓大家更清楚一点。所有的人不欠任何政党，你们没有欠民进党，更没有欠国民党，更没有欠其他的所有政党。只要这些政党提出的人是好优秀的人才，我们都要支持他们。